很开心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惠州，然后也有一些熟悉的面孔，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然后时间关系，我们今晚只会演一首曲子，送上一首证明，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无论每一个时代，每一个地方，都需要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无论我们用怎样的方式证明，谢谢你。